帽顶的编织方法，来看图解。帽顶采用环形起针法，按逆时针方向环状向外编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和短针加针。请看我演示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棉线做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。 对应产品的详情页中都有介绍。首先来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绕两圈，右手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取出线圈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个圈。 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穿过，把线圈转移到左手的拇指和中指之间。右手拿起钩针，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，穿入线圈，钩针在线的左侧。 逆时针绕线，将线勾出，勾一针锁针固定。大家看，这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效果。先勾第一圈，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，然后穿入线圈的大洞。 钩一针短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再绕线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一针短针就钩好了。扣一个叫扣做标记。 我再演示一次短针的钩法：穿入大洞，将线钩出，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第一圈一共六针短针，现在已经完成了两针，还剩下四针，继续往下钩。 勾完了最后一针，开始收线圈。先轻轻拉动线头，可以看到有一个线圈活动。再拉紧会活动的线圈。 还剩下一个线圈，拉紧线头，收针就完成了。这款帽子是按绕圈的形式编织，我们可以用螺旋钩织法，一圈一圈的往下钩，每一圈钩完不需要引拔，这样钩出来的帽子没有多余的接头，比较好看。 编织过程中，注意在每一圈开始的短针上扣教扣标记，方便找到下一圈的开始位置。第一圈就完成了，接着钩第二圈。这一圈需要加针，这里的加针是一个洞眼钩两个短针，先穿入上一圈教扣的位置。 同一个洞眼钩两针短针，钩的过程中把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，顺着织物的纹理藏进去。一针，两针，在第一针上扣一个叫扣。 一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，往下挑起短针针目，针目是这样 V 形状的辫子，挑起整个辫子，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两针短针。 这一圈的编织规律是，每个洞眼都钩一个短针加针，钩完一共十二针短针，现在已经完成了四针，继续往下钩。 完成最后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绞扣的前一针。我们数一下针数，这样的一个就是一针，对应上方有一个 V 形状的辫子。 数完针数，同样不需要引拔，最后剪掉起针多出来的线头。第二圈就完成了，往下第三圈，先穿入记号扣的洞眼，钩一针短针。 扣一个叫扣做标记，接着在后面一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一个洞眼钩两针短针，一。 二、哦，往后的短针加针都是一个洞眼钩两针短针，然后穿入后面一个短针针目，钩一针短针，继续往下钩一个短针加针。 这一圈的规律是一针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一针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隔一针进行一次加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，钩完最后一个短针加针。 同样不需要引拔，往下每一圈钩完都不需要引拔，后面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。第三圈就完成了，接着钩第四圈，方法与第三圈一样，只是间隔的针数略有不同。先穿入记号扣的洞眼，钩一针短针。 做好标记，下一个针目钩一针短针，后面一个短针加针。 往后勾两针，不加不减的短针，然后一个短针加针，这一圈的规律是。 两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两针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隔两针进行一次加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。钩完最后一个短针加针。 第四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在这一面任意位置扣一个教扣标记。教扣的这一面是帽子的外侧，反之则是内侧。勾的过程中，教扣的这一面始终朝外。继续勾第五圈。 为了使帽子的纹理比较美观，从这一圈开始加针位置需要错开。先穿入号扣的洞眼，钩一个短针加针，错开了加针位置，在第一针上做好标记。 往下钩三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针、两针、三针，接着一个短针加针。 后面继续三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然后一个加针。这一圈的规律是。 一个加针，三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个加针，三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隔三针进行一次加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。 钩完号扣的前一针，第五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六圈，同样需要调整加针位置，穿入号扣的洞眼，钩一针短针，做好标记。 往下勾两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接着一个短针加针，后面勾四针不加不减的短针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完成后一个短针加针，继续四针不加不减的短针。 这一圈的编织规律是：一个加针，四针不加不减的短针；一个加针，四针不加不减的短针；隔四针进行一次加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。 钩完最后一针短针，加上开始的三针短针，刚好四针。第六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可以发现，从第二圈开始，每一圈都在上一圈的基础上加了六针。第三圈是隔一加一，第四圈是隔二加一。 第五圈是隔三加一，1, 第六圈是隔四加一，1, 每加一圈，相应的间隔多一针，以此类推。按照这个规律，一直勾到表格中对应的圈数即可。注意，每一圈开始在第一针上做好标记，以免后面分不清是哪一圈。加针位置需要错开。 可参考 QQ 空间里面的图纸，也可以自行调整，只要每一圈针数对应即可。勾的过程中，大家可以边勾边试戴，再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圈数。大家可以在帽顶最后一圈任意位置扣教扣标记，方便后面数圈数。勾完帽顶后不需要断线。 接着钩帽身，接下来钩帽身，帽身方法比较简单，我就不演示了。这里我说明一下编织规律，来看图解。帽身有两种加针规律，第一种，先钩一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然后沿着帽顶的加针规律钩一圈加针，加六针，往下第三圈。 不加不减，钩短针。第四圈同样加六针，也就是一圈不加不减针，一圈加针。加针位置要相互错开，按照这样的规律往下编织到对应的圈数，然后钩第二种加针规律，按照四圈不加不减针。 一圈加针的方法，循环往下编织，最终以四圈不加不减的短针结尾。钩的过程中，同样需要边钩边试戴，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圈数。钩完帽身后，不需要断线，接着钩帽檐。接下来钩帽檐，来看图解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短针加针。 长针、一针的右上交叉针和引拔针，前几圈方法比较简单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这里以儿童尺码为例，对照表格看一下。先钩七圈加针，大家可以在帽檐第一圈任意位置扣一个教扣标记，方便后面数圈数。完成后钩第八圈。 这一圈需要加上定型条，这样帽檐比较平整，同时也方便造型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加定型条的方法。这一圈都是钩不加不减的短针，拿起定型条，先将钩针穿入第一针的洞眼。 把定型条的一端放在钩针上方，预留十厘米左右的长度，往后正常勾短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 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在这一针上做好标记，往下穿入后面一个短针针目，把定型条放在钩针的上方，钩一针短针。 后面一一对应钩不加不减的短针，钩的过程中定型条始终放在钩针的上方。钩完几针后，调整一下预留的定型条长度。 这里长度始终保持在十厘米左右。大家注意，钩到帽子一半时，需要把前面已经钩完的部分抹平。 以免完成后的帽檐不平整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钩到剩余二十针左右的位置。 到了对应位置，同样把前面完成的部分抹平，然后把之前预留的定型条一起放在钩针的上方。 这里相当于首尾处的定型条重叠在一起，往下继续钩短针，钩完最后一针，把定型条剪断。 最后，在号扣的位置穿入钩针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完成。这里引拔针要拉紧，不然后面会多钩。 帽檐第八圈就完成了，往下接着钩第九圈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、一针的右上交叉针和引拔针。由于这一圈需要加针，为了方便找到位置，可以先用号扣标记。我继续用小样做演示，这里我已经标记好了，除了开始位置的号扣。 剩下的绞扣数量等于这一圈的加针数。我说明一下标记方法：从上一圈的最后一针，也就是绞扣的右侧一针开始数，向左数。具体针数请参考表格。 数到对应位置扣一个教扣标记，然后再往左边一针开始数，数到对应位置进行标记。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都标记好。标记完成后，开始钩长针一针的右上交叉针，先立三针锁针做起立针，一。 二三，在第三针上做好标记。这三针算作一针长针，然后绕线，从起立针的正面，也就是有教扣的这一面。 穿入右侧的针目，钩一针长针，绕线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。 还剩下两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一针的右上交叉针就完成了。因为这里左右两针长针交叉时，右边的一针在上方，所以是右上交叉针。由于开始位置有起立针，这是交叉针的特殊针法。 后面钩交叉针的正常针法，绕线，往左跳过一个短针针目，穿入前面一个针目，钩一针长针，然后绕线。 从长针的正面往右穿入相邻的短针针目，钩一针长针。